早晨啊，大家好啊。咁今日咧讲一个轻松小说嘅题目，叫做《倒角处理》嘅五个层次。OK， 嗱，咁倒角处理咧，其实系打磨嘅一种嘅，咁但系就唔同镖壳出边嘅打磨啦。因为镖壳出边打磨，通常我哋有抛光啊，或者系拉沙啊。咁倒角处理其实系同机芯有关嘅，咁但系机芯咧亦都打磨亦都係有兩種嘅，一種咧係平面嘅，嗱，譬如平面嘅意思係水平嘅，我哋見到有日內瓦條紋啦，或者一啲底甲板有啲魚鱗紋啦，咁但係咧倒角處理就唔係講呢兩種，係講嗱，譬如假設呢本書係一個甲板啊，就唔係講水平呢、這個 ，OK， 亦都唔係講垂直呢個面，唔係呢個面，唔係呢個面，咁倒角意思就即係話咧喺呢塊甲板裏邊咧。通常咧，我哋界咗塊甲板出嚟咧，佢會有披風噶嘛。咁咧，以前嗰啲人咧就做得好啲咧，就車45度角，係呢個45度角，車走佢，車走呢個披風。嗱，咁問呢個披風，呢個45度角咧，我哋叫倒角，英文咧叫 chamfering 啦，或者叫 bevel 啦 ，beveling 啦，或者叫做。咁呢種車完45度角之後咧。其實是會做打磨的，如果做好一點，那這個倒角打磨呢，其實呢就不是就這樣有處理和沒有處理，其實呢有很多個層次的，反映一隻錶擺了多少成本下去。幾個例子，因為我今天在家裡就不會有實錶的了，那我用了五幅相來說明。第一個層次呢，其實就是這隻 ETA 的這隻桶機，這隻是 Middle 224，這隻是我圈住呢個位咧，其實就係一個倒角位嚟嘅。咁佢嘅處理就係冇處理，嗱冇處理都係一個處理嚟嘅，就係唔處理咯。OK， 咁呢個我哋叫 level one， 即系 level one 嘅倒角處理就係一種唔處理，就冇45度噶啦。呢個就嗱，我哋睇下再高一層靚少少嘅錶係點樣處理咯。第二 level two 咧，我揀咗呢只，呢只系 GO 嚟嘅，格拉蘇蒂。嗱，呢個位咧，你見到係車咗45度嘅，但系呢個係機車嘅，叫我哋叫 machine cut， 就咁。但系機車完之後咧，你就會見到一啲好明顯嘅機車紋嘅喎，嗱，見唔見到？打橫嘅。一啲 machining 嘅痕跡，我哋叫做嗱，咁呢個咧，如果喺我嘅界定咧，就係佢係 level two 倒角處理係 level two， 就高一層，即係起碼比頭先嗰只 ETA 高一層啦。咁但係就係唔係一個好好好高級好豪華嘅做法咧？咁就唔係嗱，我哋睇下 level three 可以點做靚少少嘅嗱。level three 咧，我揀咗 AP 嗱，呢只係 AP 嘅。佢自己嘅機芯啦，應該3120啦，叫做嗱呢只嘅做法咧，就係咧同頭先嘅 GO 咧係一樣嘅，都係 machine cut 用機電腦化噶啦，都係車走一個45度嘅倒角。咁但係咧呢、這個45度角嘅面咧係呈現反光嘅，係拋光嘅，係冇。見不到一些 machining 的車痕的，那如果是做到這樣呢，我會界定為是一個 level 3，即是高一層了，即是這隻 AP 比剛才的 GO 在倒角處理上呢，技術上是成本高了，高一層了， OK？ 那當然了，我們講五層次嘛，那即是說還有 level 4和 level 5啦， OK？ 那 level 4呢，其實呢就要去到 Langer。嗱咁 Langer 咧 ，level four 同 level three 有啲咩最大嘅分別咧 ？level four 咧，其實咧就有人手打磨嘅成分嘅啦。嗱，佢 cut 咧亦都係用機 cut 嘅，因為冇人咁得閒用手 cut 嘅。咁但係 cut 完之後咧，佢會攞個人用人手揸住塊甲板，用半電動式啦，因為佢唔會用全人手嘅，佢嗰個打磨器都係人手嘅。咁但係咧，去到做一條邊位的打磨，
咁呢個邊嘅打磨做出嚟咧，人手同機有咩分別咧？佢係好圓潤嘅，唔會好似頭先嗰只 A.P. 咧，嗰、那個倒角咧同嗰個垂直嗰個面咧係好有一個好明顯嘅尖位，好明顯嘅界線。這個位咧係係圓潤得嚟咧，係有啲光澤。咁咧呢個就係人手打磨，我哋叫做人手處理過嘅。hand bevel， 咁成本又貴一啲噶咯喎 ，OK， 咁呢只真系幾靚喎，呢只真係，呢個肉真係啊釘擺喎，呢個離題啦，呢個就嚇嗱，我講埋最後一個層次，最後一個層次咧就係公司都冇標嘅呢只就係啦，咁係上網揾嘅，嗱呢只 Philippe Dufour 嚟嘅呢只，嗱咁但係靚就靚在咩咧個邊位啦，咁其實都。你自己睇到都睇到佢好靚，因為點解咧？佢係一個人手嘅打磨啦。咁但係咧，佢個 chamfer 位咧係好大，我哋叫 big bevel， 好大，同頭先嗰只浪架好唔同喎。頭先嗰只浪架咧就 until 鬼命，好薄。呢個位咧薄切切係嘛？係啦，雖然有圓潤嘅人手打磨，但係咧，你睇翻呢只 Philippe Dufour 啦，佢本身咧。這個 chamfer 位呢就 cut 到很大，然之後呢這個人手打磨呢是肥肥地的，很圓潤的這個位，還有呢它的甲板呢就特登呢有不同的好像不同的海岸線，加長的海岸線好像，這樣是很漂亮的，這個真的真的這個就是最高的境界了，這個就是人手打磨倒角處理，就是這隻 Philippe Dufour。 但是呢雖然這五個層次呢但是都漏了一種的，就是呢、我這隻 Grand Seagull， 這隻 Grand Seagull 你看回甲板呢，就看甲板呢就不是看個舵，因為舵就不是甲板部分、okay? 所以舵不計的，因為譬如你拿一隻 PP 它的舵都是沒有 chamfer 過的，但是因為舵不是甲板嘛，所以舵是不需要做的，根據日內亞那個 Geneva Seal 都是不需要做、okay?呢只 Grand Seagull 係我噶，你見到甲板其實係冇倒角嘅。咁但係呢種冇倒角咧，同呢種冇倒角，呢度呢只冇倒角係咪一樣咧？其實嗱，我嘅觀點咧就唔係，因為點解咧？係唔一樣。嗱，我講個原因俾你聽。個原因就係咧，佢呢種倒角咧，佢呢個接合點咧。是更加密更加細密，那為什麼可以做到這種更加細密呢？跟這隻 ETA 的224它就要用一個很小的工具垂直地車到它很漂亮、okay? 那這個呢雖然它是沒有倒角處理，是沒有的明顯地，但是呢我的觀點就是它不屬於 Level 1， 它不屬於 Level 1，它是屬於 Level 2的，都是。因為點解呢？它的工藝上呢，它用 machining 的件呢，那個頭呢，是要好細好細好細。OK， 那這個就是五個 level， 但是加一，這個呢，是沒有倒角處理，但是不入 Level 1。在我的觀點是入 Level 2。好啦，那麼，暫時是這麼多，有什麼問題可以留言討論一下，多謝你。